最爱你什么？能不能说你像被追人的春秋？最爱在这寂静的夜里相守，让人醉在不言中。你问我最懂得你什么？能否形容你是动人的小说？是多少浪漫和惊奇，你完全给了我。裴玉溪真是你拥有，就这样追着读着你的心，追读女人谜一样的心灵，深爱着你，我从不愿说，因为誓言它从不值得相信。如果我还能要求什么，只不过是你愿意真心感受。愿你真心感受。